恰逢儿子诺伊5岁生日，能来事儿的刘烨邀请了一众好友为儿子庆生。虎军、王宝强等等等等都响应刘社长号召，兔儿带女齐聚一堂，娃儿各自玩得欢腾，老爸老妈凑到一起合个影呗。对颜值自视甚高的刘烨哪能放过这一显摆的好机会？爸爸和妈妈的夜晚，谁最好看？照片中刘烨略显臃肿，表情呆滞，皮肤黝黑。要小编说呀，最好看的不是你，但最黑的一定是你。求你还是多放几张诺伊的照片来拯救一下粉丝们被刺痛的双眼吧。我的微博粉丝说不想看，想看诺伊，就刺痛了我的这个自尊心。